咱们到了，这里就是锚兵阵。啊，熟悉的景色。走吧，当心点脚下。我很久没回来过了，里头怕是有不少怪物。这里什么也看不到，找个高点的地方观望一下吧。那边，远处山坡上的那幢房子，就是纳塔山以前的孤儿院。哈利德大叔捡到我以后，就把我送到了那里。我童年的一大半时间都是在孤儿院里过的。听娜塔莎说，那座房子是从前某位富商捐赠的，不管他是干什么的，肯定是个大好人。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，现在想想还真怀念啊。嗯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哑巴了吗？不，我只是觉得有点熟悉。没事。怪人，你们往下看，看到那些杂乱的摊位了吗？那是锚兵镇的集市广场，娜塔莎想要的物资估计就堆放在那儿。小心怪物，继续前进吧。小心，前面有敌人。这些家伙可不是流浪者，他们不会。你不要忙。不过一合之敌。这是餐厅，嗯，镇上口碑最好的一家。娜塔会带表现好的孩子来改善伙食。剑如艳月，让谁动手都能动手。本官要出马，快说吧。剑锤有心，坚持一下星辰百岁的样子，生存还是别无选择。这里的设备好像维护得不错，不像被遗弃很久的样子。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有点。难道这阵子还有人？那边堆了好多货箱，可能有我们想找的东西。不过一合之敌，哼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。剑如夜月，全是空的，怪物还会翻箱子吗？业界生物不需要人类的物资，他们抢东西也不会这么有理吗？你的意思是有人抢先我们一步？只是猜测。瞧，这边的地上还有踩踏的痕迹。嗯，泥土的味道还很新鲜，对方应该没离开太久。走，就算把这片市集翻个底朝天，也得把东西找出来。
埃里克。喂，小鬼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？不知道这地方有多危险吗？希尔，你管得着我吗？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跟你们没关系。你把物资都藏到这儿了，哼，挺能干呀。不过，要是我们没解决游荡的怪物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一直躲在角落里发抖吗？谁有那么多管闲事？我本来马上就能逃走了，根本用不着拉人帮忙。还是这么嘴硬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打算怎么当着怪物的面带走其他恐高马啊？这个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不用跟他客气，这小鬼是出了名的毛贼。没记错的话，你的衣服也是从其他孩子那儿偷来的吧？那是。说真的，你要当马跟沙布有什么用？我们可是要拿他们丢人的。200。啊？200吨长盾。我没听错吧？你居然还想谈条件？我出任务的时候都不带钱包的。你还真打算给他钱呢？都跟你说了，这是他的惯用伎俩。才不是，这回不一样，我需要钱，因为老爹他要把你老爹搬出来当挡箭牌，要是让他知道你懂正感，准没你好果子吃。希尔，够了，别再说了。埃里克，对吧？这个给你，拿着。说是。这是一枚奖章，入城者授予我的。看见中间这块蓝色的石头了吗？那是纯度最高的弟子结晶。你是因为家人的原因才需要钱，对吧？拿着它，稍微有点见识的买家一眼就能看出它的价值。谢谢姐姐，我。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，以后再也不准偷别人的东西了，能做到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偷东西了。那我们就一言为定，如果食言的话，我会亲自带铁棍来抓你哦。奖章收好，赶紧回镇上去吧。路上的障碍我们已经清理干净了。谢谢你，不知道名字的姐姐，这些东西你们都拿去吧。你们也要小心，高处的房子那里好像有很可怕的东西。哦，对了，市集正面的路被堵住了，你们要接着往前的话，得从商店街上路才行。我们知道了，多谢提醒。那玩意儿对你来说挺贵重吧？就这么送给埃里克，没关系吗？如果能让他彻底改过，付出这点代价算不了什么。哼，万一他还是没有悔改呢？从小到大，母亲一直教我宽容，教我存护人们内心的善意，哪怕自身只是一缕微光，也要努力照亮他人。我得给他这个机会，希尔，因为别人给不了他。你说话可真难懂。咱们接着赶路吧。埃里克说，继续前进的话得走商业街绕路，我还隐约有点印象。往这边走。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